什么了？就对对对，别说话了啊！对对对，别说话了。下面请您欣赏歪唱表演者岳云鹏、郭德纲。对对对对对。谢谢，调一下啊，谢谢。嗯，那个，我先说话吧。你说吧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不错。刚才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说的挺热闹啊、嗯，那个烧同志，还有这个。多难听啊！什么叫烧同志啊？这不小烧吗？说丙先生也好一点啊。嗯，丙先生和小四，还有我大爷，哎啊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三位给您说了一段，对，下去休息一下。传统节目，什么传统节目？说的什么玩意儿？那个活泼。三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很辛苦。这场呢，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。嗯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说说吧。我叫岳云鹏，都认识。我的师承就是我旁边的这位，今天也是今天我的搭档，叫郭德纲老师。啊，都认识，不用客气 啊。这会儿应该有掌声了。啊，你看都没人搭理咱俩。嗯、他们还沉浸在那踩报纸的乐趣中。嗯，正咂摸滋味呢啊。就是一上场，我想提来的，我觉得太恶心了。别说那个 啊。这个平常啊，我跟我师父在一起合作的机会特别的少，很难得啊。再加上我师父也很少出台，哎，不是，也很少出来演出。对。很少出现在这个舞台上，也没少演啊。当然了、嗯，那个小剧场他很少演。嗯嗯。我们经常在小剧场演出，嗯、我们爷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。哎，今天封箱了，我们爷俩在一起说一段。一块合作。一块合作。其实平常我不敢说我师傅。为什么呢？包括我跟孙越在一起搭档的时候，我说观众朋友们喊说一个关老师的事儿、啊，我从来没敢说过。孙越嘴不好啊，他会告诉我的。对呀，所以说今天当着我师父的面，我说一个我师父的事儿、嗯。你这也是要作死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、因为你暂时还可能还不敢开除我。哦，知道吗？你这句话都说得我心服、嗯。这场演完你就走吧。因为我过两天有好事嘛，这不是？哦、啊，这什么好事儿？哎呀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啊、这个我说一个我师傅的事儿，我师傅跟那个于老师就这么就拧过来了 啊。行，我们俩在后台对词儿对了仨小时，啊，嗯，忽然一下我不会了，那个，没事，孩子有我呢，是是是，啊、你会不了，啊，师傅今天我逗哏是吗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是，刚才我没拧过来，但是说一个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我师傅的事儿，我师父的、啊、我的真事儿 啊，跟于老师、啊、这些年出去卖去，人家挣了点钱。你等会儿，我对你的措辞表示遗憾啊。出去卖艺，什么叫这些年呢？啊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说了些什么啊？这些年出去卖艺，说相声，买票，嗯，挣了点钱啊，买房了。嗯，妈，我师傅买了一个别墅。是的。于大爷在我师傅那个别墅的地下室就长期的那么住着。他也带着烧锅炉啊。两家呢都请了保姆了。是的。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，嗯，在一起沟通，因为经常在一起买菜呀，什么遛狗啊。哎，人以群分吗？嗯，于老师的保姆说了，大姐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是太太，是太太，什么意思呢？说明于老师的媳妇事儿特别多。嗯，一会儿要求人干这个，一会儿吩咐人干那个，嗯，你只能说是太太，是太太。我师傅的保姆也说了，哦，你那算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说什么呀？不，先生，不，先生，就不要这么声情并茂了，好吗？真事儿，真事儿、嗯。平常这个段子我不敢说，哎，这都是真事儿。你还不敢说呢，都快说臭了街了。刚才人家二位说的，反正三位，人家三位唱的，反正说的哈，
你们三位烧饼曹火羊于老师说的挺另类的，包括前面那场也有唱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唱的不好啊。今天我唱一回。岳云鹏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长，是你不能就这么说人家不如你，怎么就你唱得好啊？我确实唱得好啊。那你还好得过我去？就有的东西您不如我呀。哦，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对呀，哦，您唱戏唱得好，嗯，河北梆子、评剧这都行，嗯，古曲也行，嗯，虽然这些我都不行，哎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歌唱得好啊。哦，唱歌唱得好。对呀，嗯，我师父唱歌很一般。我不基本不会呀，很一般啊。我师父唱那个什么 Super Star， 我给您学一下啊。什么什么秋裤 Star？ 有一次我跟我师父去夜总会，我们唱歌去。我疯了，我跟你去夜总会，我打一电话，那于大妈就来了。哎，不合适哈，我们作为小辈这些我们就不掺和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也掺和不上。是，我们也勾搭不上。那个什么话，这叫有一次跟我于大爷还有您去夜总会，还有他呢，有啊，然后去夜总会唱歌 Super Star， 我给您学一学啊。哎，我师父唱歌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些英文他不会，嗯，不会，汉语拼音也不行。所以说歌一般，还有一个您不如我。什么？太平歌词。啊？哎，这个曲种听着好心酸，是不是？嗯。我没有作死的节奏啊，真的。但你脸上写满了作死这俩字儿，没有那个节奏，没有。中英文都有啊，没有那个感觉啊。我师父那是死到临头了。我师父太平歌词是唱过啊，但是会的少。要，切克闹，真的。告诉你，还煎饼果子呢啊。来一套。怎么太平歌词我就会的少了又少？真的会的少，不会唱。我是不是有好些个文本啊？文本，但是他没唱过，也不会。我偷来了，我学会，我唱了。你说的我都有点乱了，孩子。真的。我那些文本你都偷走了？啊，您搜集的老先生的文本是你拿走的？啊，我还冤枉你于大妈呢。我以为他给于谦拿走了呢。咱这个节目总有第三个人。哦，那个这不是封箱吗，孩子？是，说说心里话。是，平常也不敢这么痛快。嗯，那个，嗯，我给拿走了。哦，然后我就唱了。您不会？我还有我不会的啊。有，也对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我问你，唱太平歌词有专门的乐器，您知道是什么吗？这还真没听说过。是吗？跟我们的一样吗？您那叫什么？板儿。你那叫钢琴呐。大姐，你至于这么笑吗？你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，这是你于大妈化的妆，穿上衣服我也认识你。哦，于大妈呀。你看他笑得多甜呐。啊，因为我有糖尿病。来，你用什么伴奏？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了？你竟参加审查了？你没看过这个节目吧？我突然间又不会说了。那是少爷，从头学吧，从头学。嗯，咱说太平歌词。哦，啊，哎，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乐器了。对对，我们唱是用板儿。板儿，我们不一样。哦，你们不用板儿。我们是两块板儿。哎呀，这个太完美了哈！两块板儿。哎，你上回挨打也是因为这样说话吧？你改得了吗？你还？我已经好多了。那就那个两块板儿。两块主板吗？带了吗？没带。我带了。哟，我回家看看丢了吧，我那个。
没有没有，还带着板呢。噔，哎呦，好神奇哟！哎，这是一，这是一块，这是一块，那一块还有一块。你这板像你大爷搁手机那镜头，你拿出来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声音哈啊！会打吗你？不老会的。来，我会。嗯，看着啊。哎，响了。太神奇了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比刚才那下还好。哎呦，花点啊，还有花点。哎呦，你这帕金森得治了。这手也会。哟，这手也行，恢复的不错呀。那是。啊，听听着啊，哎。不，你要干嘛？等别，哎哎哎，花点儿，等会儿。这有还是有问题，还是有问题。没有，没有这手。你尽量啊，多吃青菜，晒太阳，别一人待着。真的，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会好的，会好的啊。听着，我要死似的。嗯。我给您唱一段吧，好不好？凭什么呀？谁要听了？你不要学吗？我疯了。你打这么大跟着我长大的，你不是我生的，你是我养的呀。这个我不会啊，我唱这个你母亲小学还没毕业呢。那我妈岁数不大，那个后来改户口了。要不您来。我不会，完了，我肩周炎完了。不，你要唱一个会治好的，会治好的 啊。不，你真要唱一个。对呀。不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唱一个你不会的。审查压力太大了吧。是压力不小，但咱不要提那个事儿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人都有一怕啊。哎，审查已经过了。那个，哎呀，要唱一段是吧？哎，唱一段。要唱得唱好的呀。那当然了，唱一个。你把我说的一分都不值是吧？你得来好的。唱一个您不会的。那倒行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玩意儿啊，这个不见得谁比谁大就如何如何，人真有高的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浪起的清香。好大的回声啊！有别唱了，红柳柳柳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，哎，嘿，好身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孩子，岳云鹏，剪脸吧，快点吧，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明月如同碧水。哎呀，他练成功了，嗯。东看。审查制度害死人呐！好好的演员逼疯了。你一张嘴，底下观众都知道了，《白蛇传》的孩子，《白蛇传》多新鲜呐！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给您一个面子，给您一个面子。我喊您师傅这么些年了啊，十来年了，对呀。突然间台上撅您，您不会，大嘴一咧，这段我没听过，不合适。不合适，我们孩子知道我脸皮薄，哎，这头一段是让着我，对呀，怎么也得给您面子，还有我大妈呢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因为这个不爱看我的。那么再唱，再唱一个啊，啊，你就不会了啊，我很盼望，对，这里边没有面子了，是的。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勋章。陈锡安万民安，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，他灭罢了调门太低。韩信算卦，现在唱这个在德云社一分钱七段管饭。这过去卖糖子都唱这个啊。这叫给您一个面子，给两回了。哎，给两回，我有这么大的面子？有有有，我就是个面罩啊，啊，还怎么出这么一句？我儿子好开心啊。嗯，接下来呢？哎呀，面罩是什么？你都不知道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款式的意思。好好好，再给你换一个啊。这次我肯定会不，我抱着一个学习的样子，哎，看你怎么死。好好。哎呀，酝酿的。石崇
好富饭当穷甘罗，运早晚太公，彭祖爷受高一回领断，六个人聚在这五行中，刚过了审查就这样了，看见了吗？这要是直播完了，不得飞起来咬人呐！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，孩子？你这个太平歌词都太平间学来的呀？你不说唱，我不你姑娘，干嘛？姑娘去哪儿了？姑娘怎么了？没事。那姑娘啊，怎么了？去哪儿了？你于大妈化妆的啊？别去啊！有爷们儿、啊、那个没您这样的啊！我怎么没我这样的？唱一个你会，给你一个面子；唱一个你又会，又给你一个面子；唱一个你还会，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？孩子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嘛用啊？给你又不是不像你的啊！我得要面子了。这是谁给你灌输的这些个思想？我得要面子了，我都要啊、哦、要，我都三十了，我都。你这三十年耽误了。没您这样的啊！不是你这唱这我教你的，你回头得给我上课，说不过去了，少爷。总会说得过去的。哎呀，这么一说你有点不要脸了啊！你习惯就好了。是是是，我也是在努力争取当中啊。总会过去的嘛，对的。会的呀。我死了，你大妈怎么办？我大妈会活得很好的。一看就心宽的样子。嗯。会的会的。你我们接下来还怎么玩耍呀？怎么玩耍？我给你唱一个你不会的啊。那再最好了。唱一个没听过的，哎，我盼着吧。这你要听过，我拉着你摸电门去。哎，凭什么？你今儿票可值了，我跟你说。大妈，你笑声怎么不爽朗了？他还要多爽朗？来，再来个，来来。我的天，他要飞！这是个鹰啊！哎呀，这大妈，咱们说好了，词儿里不许带出大妈来啊！让人笑话。听这个啊。嗯。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，蚂蚁呀嘿，哪段？你瞧，我是老了，青出于绿胜于蓝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嗯、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。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，让我睁开让我明白，放手你的爱。嘿，哎，你这个下三滥学过吧？下三滥还用学吗？哦，胎里带的，这是啊，就是下三滥都是天生的。你刚才这等会儿，你刚才唱的这玩意儿不是太平歌词，你这是歌改的。我给你唱一个正经的太平歌词。那最好了，绝对没有听过的啊。可以。庄公闲游，不是，咱说话还算不算话了？我刚说完正经的，我还不会的那个正经是不假。这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这劝人方啊，这是劝人方啊。啊，庄公闲游多了，非得出城西啊？非得是劝人方啊？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？非得是劝人方啊？不是我瞪眼，跟我瞪眼。孩子，你也别闹，这挺好啊。你听我说啊。这个我是这么学的，我也是这么教的你呀、啊。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看见了，早我就不跟你学了。跟你大妈小子是吧？你看你那个媚劲儿，嗯。我认为就是庄公。庄公闲游多了，非得是出城西啊，非得是劝人方啊。不，这老词儿就是出城西。不不不是不是的呢，干什么？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南北角。听过吗？这是一个怎样的地理位置呢？城南北角，搭天桥过去的。瞧见了。他人骑马，我骑驴。您说的是劝人方。对呀、啊、我这不是来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。
一样吗？哎，100块都不给你。骑着出，哎，你是为了低头跟照镜子似的吗？哎，我骑着猪啊，好听。扭回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呀，老太太啊，哎，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前3名有你。老太太，她老太太，老太太呀，嗯，这个老太太怎么样？今年30多啊，公岁。我头回听说公岁，那就60多了，哎，毛70了，乘以2，30多公岁。嘿，老太太前面走着一个老爷子，你看人家这个词儿多么的舒缓，一个老爷子啊。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。我问你了，那不也你唱的吗？我得给你交代一下啊。哦，老太太紧走了2步，赶板呢啊！一扒拉老大爷，哎呦呦，他就说：“嗯，大哥，我问你，大石栏怎么走？”外地老太太啊！大哥，我问你呢。老太太真贫呐！老大爷说：“嗯，说什么呀？”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我不爱冰冷的窗沿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我爱你在明天。哎呀，这是个有故事的老大爷。老太太说，还没走呢。臭流氓，你也不是正经玩意儿。老大爷就颠儿了。哦，这是个老北京文学作品，还颠了。哎，啊，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。哦，这故事里还有你啊。有我有我。他就说，嗯，兄弟，什么辈儿啊这是，你怎么骑着猪？哎，纳闷儿呗。我说，你说吧，管得着吗？对，有来言有去语啊。哦，老太太说，哎呀，你把板放下就直接说就行，甭打着板，真的太好了。哎，对呀，你也受罪。不行不行，我还得唱，这是个艺术。嗯，这是太平歌词。是的。哎，你要脸不要脸的。嗯，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好吧。哎，言简意赅，该死的老太太。那么说，嗯，哎呀，我问你，大石栏怎么走？还没找着呢。我说，哎，说吧。打车。哈哈！哎，这个作品很严谨啊。哎，滴滴打车，快滴打车，今天合并了。哎呀，听你这个节目，知识性太强了，哎，信息量也很大。哎。老太太说，哎，好吧。对，北京城有很多出租车，不错，伊兰特，哎，索纳塔，哦，改折了，捷达，哦，捷达啊，俩字了。嗯，神龙富康，真不好说。随便打，废话吗？这不是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底下喊了，说好吧。对，哎，对，你们回去猜不着了。哎，猜不着了。嗯，老太太一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我这个天爷呀，解答，我问你了，那我也得说呀，你要多少钱你能不唱啊？那看您给多少钱啦。哎，你还唱吧。好吧，耶。咱要这么唱我也爱听。哎，花钱听这个浪催的玩意儿放不上。解答，得亏我想得起来。这是第二段。嗯，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兄弟，老太太不会分辈儿。大石栏怎么走？哎呀，还没找着呢。司机说，啊，上车。真贫啊这个作品啊。
老太太说，哎，说吧，你这老太太在哪儿？我送她去行不行？我真听腻了，我跟你说。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，还有妖精啊！哎，不多时来在了大石栏，终于到了。老太太要去六必居买双鞋，六必居卖鞋吗？卖咸菜啊，咸菜。然后再去六必居买咸菜，买两回咸菜了。然后他想去听相声啊，听相声啊，哪儿好呢？对呀。对呀，你得有板有眼，知道吗？德云社，真有捧的呀！老太太坐在了哪儿？那儿还这俩字你会写吗？哈儿哈儿呗，反正那哈儿啊，听相声，哎呦，哈哈笑，哎，喝了口水，嗯，尿了泡尿。什么老太太？老太太说，说什么？我尿在裤子上面了，哎，这回可完了，完了。谢各位，谢谢哎哎，传统的相声，哎，传统相声，哎哎，我问一下你这些日子审查就是这个作品吗？年三十晚上万民同乐就这段啊？当然不是啦。好吧，真好啊。多好啊。我就说句良心话，听过吗？我好歹也七八岁跟这行干好几十年了，就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没听过。积极向上，弘扬正气，那这是个正能量的作品呢。你这是五十年来最好的一段节目，好不好？但是能再来一遍吗？艺术性之强，尺度之大，亘古罕见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我真爱听。第二天，老太太等会儿晒干了裤子。别废话，这没问题。第二天。是刚才那个一字不落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对，听着吧，您嘞。哦，朱汉空闲游出趟城，哪儿？对，南北角，谢谢啊。南北角，要不提醒就掉沟里了。瞧见了，还真对。他人骑马，我骑着驴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驴，刚才骑的是猪，怎么又驴了呀？不一样啊。不一样了。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呢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。玩去吧。